没有，你再来吧。不要瞧，就停在这里就好了。你看这边跟那边一对一条线，刚刚是他的威力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威力是不在这里，那就是万象的。所以这边卡死了，这万象就走了。对，这边不要走。不理他。哎，下去了。对了，下去了。哎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啦、啊，差一点点，你又差十个车子。哎，对不对？好吧。100，鱼卡住，100那边有卡住啊。什么？对啊，有万向走啊。你那万向走没有用啊，只有一向。向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向走啊？而且这个一向走呢，也不能转动，对不对？跟你的收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跟你的意念有关系，意念导向就好。